保持直行。这就进来了，就退600米后，在第二个红绿灯右转，前方红绿灯请直行。是吧？对。拉斯富利商务宾馆92。这有个利民宾馆。哪一个？这一个。再往里走走。再往里走走哈。对，往里走走看看。哎，这个怎么不是左拐就是右拐？这怎么这个箭头没有直行的箭头？对呀、这不拉斯县人民医院可以做核酸的地方。那咱们先上医院。先做核酸。对。先做核酸。走左侧车道，前方红绿灯直行。这是啥？这是个啥？到了吧？这就是人民医院。到了。在地面去。县人民医院。核酸，请走东门。那个东门哪一个是东哎？我转向了，我以为咱就是东哎。进县城了啊！我们到了拉孜县了，今天晚上在这入住。违章拍照。拉孜县。这是金铺，你看没？哦、朝拜的。快，右边。来祈祷朝拜了哈。我刚看着，我说的，这是里边是个寺庙。我们过来吃川菜啊，来这个西藏吃川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想吃鱼了，只有川菜有鱼吃。现在内地啊不杀牛羊。是因为吃青草，有什么保暖虫？保暖虫，对，保暖层虫，虫子，哎，虫子的虫，下面有虫，对，皮下面有虫子，细细的那个，对，是因为吃青草，到冬天杀牛羊是因为他们吃干草。甘草里就没有这个虫子了啊，是因为这个啊，咱们没人敢吃了。那人家就是因为这个，是不是？然后的话，他们就是藏族的话，就是喜欢吃那个风干肉，就包括煮羊肉的时候，也是取的是风干肉。冬天这一条街卖羊的多得很，全是风干的。对，全是就是干的。干的再拿去煮着吃。对。煮也可以，但是他们。藏族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他们煮羊肉不放任何调料的。就白水煮。对，放盐。白水煮加萝卜。加萝卜。嗯。那鱼杀回来了是吗？对。两斤多嘛。这个鱼都是现杀的。对。现到市场下杀的。那个鱼你比风干肉加萝卜都拿清水煮，就那么吃。对。蘸什么菜？蘸他们有那个辣椒酱，比如说像昌都的。什么蒜泥酱啊？蒜泥辣酱。对，然后的话还有他们就是自制的那个辣椒面，然后用开水，调的也有，这样子吃的。还有这边的水啊，烧开了就能可以直接喝，因为只能烧到80度，80度基本上就不太烫嘴，就可以直接喝。那你放假啦？回来暑假工吧。暑假回来了。在江苏什么地方上学？在镇江市的。镇江上大学。镇江和这边有什么区别？镇江好还是这个？也没事，你们早晚要出社会的。我觉得就在区内的话，饮食方面，大部分都不习惯，尤其是这种环境也是。吃不习惯。对。吃不惯那边的饭。对，我们有些的话不吃鱼的。不吃鱼。就是因为有水胀了。是吧？对。然后就是大麦茶。在偏。我们还就想吃鱼呢。内肉了，你可以吃了，因为它没有水胀，没吃习惯。我不吃，就是他们有那个习惯。我从来不吃，我没吃过嘛，然后。吃的话，感觉心里很渴望。对，就是这是一个信仰，也是个信仰。尤其是那个小龙虾，看到小龙虾，对，都是我们的最爱。就是看到那些，真的我特别渴望。哎呀，那
大学生。他们那个地方还是比较民族化的。对对对。在镇江上大学的藏族学生。不吃水里的东西哈、啊，水里。我们这边也是。他们不吃鱼。河里面有些就是。我到了冬天的话就会结冰嘛，然后冰底下有很多的鱼，他们会就是压死，然后我们会就是到了中午，我们把这些鱼弄出来，到大的雅鲁藏布江那边会放生。哇，酸菜鱼来喽！我们这两天高反，干啥上米饭吧？酸菜鱼，因为我们不吃辣，所以说没敢要辣的，好大一盘啊！咱点的啥青菜啊？茄子辣椒嘛。对对对对。很多旅客都评价我们的菜比博道上的好很多，是吧？来来来，我先给大哥盛点。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好吃的了。新鲜的新鲜的鱼啊。好嘞，谢谢。再来再来。好嘞好嘞好嘞。来，好嘞。自己来，来来来，我给钱。因为你不能吃辣，按正规的做法的话，小心啊，呛一点那个红油，就不是呛干辣子。啊，知道知道。四川的酸菜鱼，啊。这两天我跑的火太辣了，就想吃点鱼，不想吃辣的。我们总在外面，这人都有火嘛，不想吃辣的。嗯。肖哥帮我拿个菜给吃。嗯，挺好的，这味儿不错。嗯，哎呀，那就开吃了。鱼很嫩吧？哎，对，这老板挺好，就给我们讲这个进藏的一些事情哈，还有一些这个这边人生活的一些常识。这边人不吃鱼，为什么我们不知道？通过这小老板跟我们讲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吃鱼？还有这边为什么夏天？不杀牛和羊，这鱼是现杀的，真嫩哈。这一大盆88，是不是？说他们可以往市场转一转。对，我觉得应该上市场去转转。我这里有那个泡椒，嗯，没泡椒出来这味儿。哎，茄子烧辣椒啊，这种烧法哈是干烧的，一点汤都没有。米饭用这个盛的啊，它这个茄是吗？烧茄子片儿，这个要按咱们想象的，应该是茄子条对吧？辣。茄子条的话是那个鱼香茄子，尖椒茄子是切片炒的。嗯嗯，我们头一次吃，味道还行，就是量少点了。这边菜价你不知道，简直是天价。是吗？真的是天价。这边人不种菜吗？这边的话，菜全是从拉萨，包括鱼都是从拉萨往下的。这边是青菜太贵了哈。有些菜比肉还贵。啊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这小碗挺好看。吃饭香了。哎，这茄子炒辣椒还挺辣。味儿挺好。对，说不要辣，但是你点的这个辣椒茄子是个辣的。哎呀，咋出来？这多少天了？这20来天了。第一次吃鱼是吧？第二次，第一次啊，那次做那个鱼不好吃，那次真可惜了，那个鱼还可腥可腥的了。那就第三次，咱自己做了一次，然后那个饭店做了一次，咱自己做了一次。收车晚上10点了。大哥买的鱼，现在是晚上9点，我们今天吃饭就算早的了。昨天赶路到10点多，能吃上那个饭都快11点了。我觉得茄子再来点汤就好了，带点汤，一点汤都没有，我感觉
没放酱油，这种做法头一次吃。茄子烧辣椒不放酱油，但是口味还是可以的，挺好吃，就是有点辣。茄子辣椒多少钱？不知道，28吧。吃完饭过来转一转。啊，这是民族特色的一些这个小商店哈，它是属于藏乡。是。哟，哎。这上面这个铜壶哈，咱们在那边买的那个铜壶，合着又不一样了哈。这是小铜碗儿，喝茶用。嗯。哟，宝贝儿，帽子掉了。有好多东西咱们都没见过哈，五颜六色的，真好，好看。随便逛一逛。这边没有打折，现在没有打折吗？没有打折，没有。可以优惠点吗？嗯，这个没有的，这些没有打折的。没有啊。现在没有打折了。嗯，优惠可以给你打折的。嗯，有点贵了。199。200块钱。那你拿180嘛。嗯。再也少不了了。这个是多少钱？120是吧？这个是119。120。那怎么差这么大呢？这个包是这样背的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对对对。108。打开里边，把里边的东西都扔了，它不要了。没有里面。没有了哈。没有了。我看这里边就这一个格。嗯，里边格也少哈。嗯。150元。我们入住了，今天晚上入住拉孜，这个房间是220块钱带早餐，还有氧气。这已经开开了，这是接管子的，没有管子直接放到空气里，能开一晚上这也行哎。但愿今天能睡个好觉。